我们看这一题，他要你用三倍角公式哦，利用三倍角公式啦，求 sin 八度跟 cos 三十六度了。我们知道说哈，你这个八度乘以五的话，刚好是九十度了。哦，就我令哈，我令西大是等于十八度了。那这样我就晓得哈，五西大等于多少呢？五八四十嘛，九十度。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晓得哈，这个三西大等于多少呢？九十度减二西大。那这样我就晓得哈。cosine 的三西塔等于 cosine 90度减二西塔，这个是等于 sin 二西塔。那就把这展开，是 cosine 三次方西塔减掉三 cosine 西塔，那这个是两倍的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好，那 cos 西塔我可以约掉，因为 cos 西塔呢不可能等于零啊。哦，你这个 cos 十八度不可能等于零嘛。哦，就是说，那 cos 十八度不会等于零的话，所以两边有 cos 西塔的话，我 cos 西塔我可以约掉。约掉以后的话，哈，这是 cos 平方嘛，就四倍的一减 sin 平方嘛，啊减三，这个等于多少？两倍的 sin 西塔。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解方程了。四 sin 平方移过去嘛，就四 sin 的西塔哈，啊平方了哈，再加上两倍的 sin 的西塔，啊这是四减三嘛，四减三是一嘛，移过去是负一啊，等于零。那这样sin西塔我就可以解了，就等于多少呢 ？a 分之负二分之 b 就是负一啊，加减减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是十八度，十八度sin十八度一定大于，所以应该是加二分之 b 就是二分之 b 平方是一嘛，减 ac 减负四就是加四，所以答案是四分之。根号五减一啊，哦，这个是 sin 西塔。好，那 cos 三十六度就是 cos 二西塔。cos 二西塔等于多少？等于一减掉两倍的 sin 的平方西塔。好，那这个等于多少？这个一减掉二乘以多少呢 ？sin 平方就是四分之根号五减一的平方了。等于多少？一减掉二乘以多少呢？十六分之多少？平方五加一是六，啊减掉二 ab 二根号五，二八十六，二三得六，二一得二，二四得八，所以这是一减掉四分之三减根号五。那这四分多少呢？哦，四分之四嘛，四减三的话是一啊，那负负得正嘛，这是负负得正，加根号。哦，所以 cosine 的三十六度是四分之一加根号。